成龙，今年23岁。接下来也为大家介绍我家的家庭成员吧。第一位是我二姐，第二位是我大哥，第三位是我老妈，第四位是我二嫂。我家这我家没全乎了，一共我家七个孩子，两个哥哥，三个姐姐，一个妹妹。你说那么多干啥？直接说生一屋葫芦娃得了呗。对对对，是是是，因为我是排行老六嘛，我是六娃嘛。我16岁的时候出门打工，刚开始干过电工，后来卖过电箱和建材，一直也没挣着啥钱。当时我打算开一家五金店，最开始全家都反对，怕我不懂事干得不好。但现在我这店里一年收入能在10万左右，在长春也把房车都买了，和我过日子的人绝对有保障。我先来问一下11号美护士哈，有点受不了了是吗？妈呀，这小护士咋还哭了呢？是不是那个刚才那小伙子说的太狠了？